大家好啊，我是文迪 Mandy 啊，我已经做了 Smile 微笑表示啦，自己都是一个电竞的业余的选手啦，试过一个月入面，我哋几乎每一日都要差不多夜晚黑七点钟打到去凌晨的四五点，冇停过。因为嗰时候我哋要比赛，所以我哋就要不停咁样去集训。哇，打到隻眼真系眼火爆啊！我试过系隻眼发炎噶。成隻眼紅曬咯，咁我哋試過去打比賽就係因為要喺台上面有好多嗰啲燈啊，或者係即係 spotlight 啊咁樣去射落隻眼度，其實係好痛嘅，不停流眼水咯。十歲左右就開始有近視啦，跟住就開始要去驗眼戴眼鏡咁樣咯。我諗應該大概十六歲左右戴 con 啦，咁戴咗十幾年啦應該。我是很害怕做這些 LASIK 的矯視的，因為我曾經看過一套電影，很害怕的，我想應該如果有看的人都知道的，我問過個個他們都說、啊、我不做啊，那套電影很噁心、啊、樣，但是我有個朋友就做了，他就告訴我、哦、原來 Smile 是一個微創的矯視，傷口是可以很小，也不會好像電影裡面說得那麼恐怖樣，我真的有去了解了啦，咁啊，有聽過講座啦，聽醫生去講解啦，咁所以變咗就好放心嘅。其實醫生嘅指示好清晰嘅，佢一路都係咁叫我望住盞綠色嘅燈啦。咁好快嘅，因為真係個手術好快嘅，一邊眼都係25秒左右，咁就完成咗啦。特別嗰部機嗰個把聲咧，就好似 Iron Man 入邊嘅 Friday 咁樣，咁啊令到我自己又覺得哇，我又特別安心喎。小心嘢，拎過嚟啊，得啦，望望都得嘅。放咗幾點啊？1:30。係啦 ，OK， 好上嚟啊，非常好，可以噶啦，不慢慢嚟啊。當醫生問我你知唔知道而家幾點嘅時候，我真係好想喊。我有種好感動想喊嘅感覺。我開心到喊係因為。我覺得我自己好似韓劇啲女主角咁樣咧，即係失明之後，哇，重見光明啊！真係覺得好感動嘅嗰一刻。你唔明㗎啦，因為你而家仲戴緊眼鏡。